玩具 TV 第28季第四集，咁啊，頭先都叫做玩完一大輪女咧，其實就唔應該我坐喺度嘅，就應該係由側跟嘅水爺同大家介紹女呢樣嘢嘅。咁啊，唔好意思先，我壓咗個位。老細經驗老道啊嘛，係呢啲經驗未交俾你講。係，我係肥丑矮獨窮嘅代表嚟嘅，多謝大家。所以女同埋車，我覺得。都應該是交給你的，所以你就帶了架大家夢寐以求的愛驅，剛剛派貨，就是這個幻象雷神了。哇，幻象雷神這下其實沒什麼間，多少間廠出過呢？之前有沒有印象？這個沒有的，因為核心30周年嘛，是就專貨這個30周年，所以出這部這樣的車，嗯，是的，就配合回個主題的，它是行運電的。是的，未來，很未來，那究竟30周年這一架即係叫做 vision，嗯，究竟有啲咩特別咧？爆佢啦！係啦，睇之前可以睇下盒先啦，咁嘅設計啦，咁就係有別於以往嗰啲Mega Boss 嘅Mega House 嘅設計，咁佢咧就係行個字啦，係啦 ，vision， 係啦 ，vision 啊，咁係後面咧就係佢嘅概念圖啦。其實會唔會係根本係雷神嘅氣稿咧？唔係，應該新設計嘅。嗯，好，咁啊，包佢啦，擘开啦，咁就哇，系纹底喎，系全体蓝色，啊，同埋咧佢里面啦，咁里面都有啲嘢嘅。我哋呢啲冇钱买雷神嘅，斗下水爷嗰架都好啊。底咧有核心嘅电话啦，电话，原话，喂，喂，俾电话佢先，闷闷地真系。多謝 Tonal Chrome，Thank you。咁你睇到咧，佢其實配件好少嘅，我覺得。哇！你未開過㗎，老細。未開啊，真係未開。所以我留翻俾你開單。所以我哋買刀。OK。係啦。同埋佢設計嗰個說明書咧，係非常之細，一張紙。你坦白講，車又唔係話要變形，呢啲老老就 OK 嘅。係啦，咁佢本身個變形其實好簡單，真係。因為這個是 Vision 版本是還再簡單一點，是嗎？交給你了，水爺。燈挺好，即是老實說，玩具 AV， 不是玩具 TV， 即是一向開玩具通常都是連紙啊、包裝啊、含 Q 白蘭都是未開的。但我很佩服核心，即就算他啊，即這個新設計其實跟他的雷神那個概念咧係好相似嘅，但係而家係好即係仲係好未來 feel， 咁可能近呢30年都追唔到，即係以個科技嚟講。喂，車還車，左還左喎，原來啊呢個係傳統嚟嘅，左還左還車嘢。咁呢樣嘢有咩咁特別咧？係前少少，使唔使掹咗啲膠紙先啊？交俾你。可以啊。係，因為多一句，我哋呢啲咁乸貴嘅，真係咬咬啲底啊嘛。1500出面就珍珠色啊，大佬！哇，但係好，我覺得以 Mega House， 我覺得應該擺喺地下度推咯，跟住撞牆咯。塊面都得嘅，最多飛落地下啫。耶！係咯，呢個搣啊 ！Yes， 哇，好多拆散件可以拆。你見到佢係個 logo 個 number 係30嘅，因為佢30周年。所以之前有人問過點解佢寫30咧？點解唔係一咧？係係啦，仲有呢一個台座。其實你係可以抌咗佢嘅，點解咧？因為8月12日係何心會嚟香港簽名會，咁首年係咩？係啊，係啊，我唔知啊。而家知啦。嗯。咦？監製安唔安排到去拍嘢啊？星期幾嚟㗎？星期六。咦？12日。再講一次啦，我哋連監製都未，係啦，我哋繼續講，呢啲觀眾嚟嘅，係啦，喂。再講一次，係啦，咁佢8月12日啦，咁核心政治就會嚟香港嘅銅鑼灣，京士頓街2-4號地庫。哇！你再詳細啲啊，不如。係啦，就有個簽名會。係啊 ，Amaze 嗰度咧，咁個條件咧就係佢 Amaze 嗰邊咧會有個地台，有250名，嚇咁就會250名裡面再抽50名。就可以有核心政治的親筆簽名，可以現場。嗯，
係啦，咁啊，大家中意何心，唔好講話簽唔簽宋耀菜啦。不過你去到嗰日，你都唔好拎啲簽宋耀菜俾佢簽啦。正係啦，即係雷神系嘅，即係呢一個新世紀 GPX 系嘅。咁其實當其時究竟各個安排係點咧？咁大家其實即係密切留意翻 Amaze 嘅官方公布。咁總之日期定咗㗎啦，8月12日星期六就會同大家見面。何心政治始終都係一個 master。真係，其實我都極度期待嘅。不過我去唔到。咁多年佢都仲係不停咁話。你已經知道佢去唔到啦。我飛入，飛咗。哦哦哦，係咪交俾你啊？係啊，所以大家開心啲玩得。嗱，首先睇下呢架車個設計先啦，咁係非常之哇，好流線啊！係啦，佢仲要比雷神流線好多。係啊。同埋呢架車咧，唔係就咁睇嘅，你見到佢啲線咧，其實佢有啲機關喺裡面嘅。嗯。就係、是、可能用個罩雲俾等我。哦。因為咧，佢呢個咧，佢側邊嗰啲線咧。哇！喂，見到好 sharp 啊！見到我啲 V 燈照嗰陣時咧，佢係有速光嘅塗料喺上面。見到哇！尤其是個車轆啊，你睇下個車轆。係咯。係啊，見到。全個車身嗰啲線條都有。最衰冇錢買啊！好彩水爺帶嚟俾我玩一玩。見到，我呢個可能呢個位寫睇下。係啦。哦，側邊都有。哇！呢個係當時佢公布話買嘅時候冇同大家講嘅。咁而家係啲玩家，琴日我影人出波嘢，影人講緊啦。你就係嗰個玩家啦。哇！係啊。而家冇車人嘅喂。係啊，就係爆車人。O K， 好啦。即係話咧，其實你應該有個座咧，係長期有幾眼呢一啲燈咧射住去咁。係啦，但係 U V 燈係好雙膠。可能係要再逼。哦，係。轉一轉。係啦。轉個車頭，大家睇下先。好靚啊！好有型。仲有車尾啊！可能升低少少。有啲師兄問 QC 如何啊？以呢個 Mega House 嘅 QC 嚟講，佢係好好嘅。我啱想講咧，大家如果相信我對於玩具嘅要求嘅話咧，呢個係絕對合格嘅。我暫時目測嗱，大家見到本身就住著色嗰度咧，佢都主要係用咗一種珍珠白同埋金屬藍嘅塗裝。咁灰色嘅膠位其實就原膠啤色嚟嘅，咁你見到綠色嗰啲邊位全部就係頭先阿水哥講嗰啲曙光色，用 U V 燈射落去就會有特殊效果嘅鋪排啦。咁喺藍色嘅透明膠下邊就用咗金色、銀色、金屬紅色嚟做內構，所以其實成架車個感覺係非常之出嘅。我暫時目測水爺呢一架車就冇任何呢一個有塵粒黐住而噴上去嘅叫缺陷啦，唔係理所當然嘅呢樣嘢，其實好坦白講，咁所以變咗呢一架車嘅 QC 係好好嘅 ，OK， 係我講嘅呢一架車嘅 QC 係好好嘅，呢一架啫，呢一架係啦，冇錯啦，因為唔好介意啊，其實大家有追開呢個 Mega House 嘅新世紀 GP 系列咧，佢啲車嘅 QC 咧係。老母嘅，係我曾經都試過漏件添。係，漏件有仇報啊！你 QC 不影響把玩嘅情況之下，你冇仇報噶嘛？咦，同埋咧，我呢度講一講先，因為咧喺我呢邊鏡頭睇咧，其實咧佢嗰種藍色咧係有少少泛紫嘅喎。哇！咁即係可能啲光射埋去，仲有另外一種感覺添啊嘛。係啊，因為好似有啲紫紫地色咁樣。可能因為 UV 燈。玩下啲配件咧。係啦，咁佢除咗而家係呢個絲毛啦，即係轉彎用嘅啦。其實車底會唔會有嘢㗎？我想問，我未鬥。會唔會翻？哦，冇乜嘢嘅 ，OK。哦 ，OK 得，好。咁啊，你要擺喺個左度，冇所謂嘅啦。記住，去得呢個銅鑼灣入手個專用地台，個地台聽講都係曙光色喎。係啊，都係夜光噶個地台。死未？啊，同埋佢現場會有隻1:1嘅幻象雷神展品，咁之前已經係有一成展出過噶啦。咁佢而家佢喺地府度再次展出，咁而家要去打卡嘅就好去打卡。我想講嗰次我係冇去嘅，所以變咗我覺得係，即係對我嚟講嗰個吸引力就會更加大。哇！呢一個車頭又好霸氣喎、啊。因為直路用啊。直路用嘅加速呢個，不過我見到都要換。不過其實你問我咧，我就真係唔介意換件嘅，因為佢要保持翻嗰個外形咧，即係等於你玩 Macross 一樣，即係核心啲嘢都係咁噶啦。即係你換件變形同呢一個直接變形。嗰個色咧，佢又有上到呢個煙燻效果。哦，係啦。勁啊！金屬加呢個紫色，再加呢個粉黑色。Yes。三層。哦，應該會。係啦。好，交俾你啦，水爺。直接就。
啫。我第一次玩嘅啫，都係。咦？第一次嘅咋？嗯。哥哥會錫住你啊！先啊，揭開快。係啦，大家最想睇嘅爆炸畫面。係啦，哇！哎呀，真係爆炸！暴力出奇蹟啊！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就鏡頭嘅關係咧，就變咗呢一個阿水哥其實未必可以用最好嘅力水去整啊。呢個就裝翻喺呢度啦，係咪？咁咪算啦，呀！裝咗個 poster 先啦。要 poster 依家，唔係喎，個 poster 要換翻對嘢，好舊喎，可以換嘅，仲要有冇？哦，轉格。就咁換。咦？頭先我哋多謝咗阿 Wicky Tim 嚟。多謝曬我，多謝。係啦，多謝阿 Wicky， 我哋萬，我哋係先啦。班人喺個幕後同我哋多謝，呢個裝唔到，因為佢呢個要用翻呢個裝。哦，好嘢喎！跟住屈屈翻轉頭。呀！咁就直接掹。睇住啊！哎呀，依前頭近啫，係啊，有前頭。呀，因為直接裝筍嘅啫，你太複雜仲難搞。側邊嗰兩嚿就應該就咁掹嘅，係啦，就掹嘅。嗯。好簡單，好似緊。係咯，咁樣簡單。我寧願簡單好過，大佬真。左左棘右棘，再仲麻煩。係，有一種討厭嘅感覺。即係完全可變嗰只就。算啦，冇搞咁多嘢，所以就。我唔分咗，好似分咗出。咁樣。不過都要小心啲，因為咧啱啱呢個車頭釒釒呢個位都要小心啲，唔好用力撳到。同埋本身佢嗰啲尖角位比較多，所以變咗即係玩嗰陣時就留意下咯。一唔小心跌落地，你就玩完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喺呢一個轉彎模式同直路模式咧，直路模式係好霸氣啊！可能拎下拎開呢車大佬。嗱，我唔敢講話型好多，但係真係有兩種唔覺俾咧大家。哇，靚喎！有咩評價，水哥？如果佢可以再平啲咧，就好啦。係。好，咁啊。玩咗咁多先，咁啊多謝曬水爺帶咗呢一架咁精彩嘅 Vision 上嚟，咁同埋記住，中意何心嘅朋友，咁啊記得8月12號去捧場，同埋如果真係想揾，係啦，你記住要買呢一個專用地台，咁啊你係得250位嘅啫，咁你入邊再加埋抽獎50個，你就有五分之一機會。同埋個地台都唔貴嘅，120蚊啫。哦，係啊，120蚊。個地台，因為架車，淨係個野光地台，係啦，地台都抵啊，博係，我淨係博先命啊嘛，我就係要個地台。好，祝大家好運啦，轉頭見。轉頭見咯。